选在春节过后，立委罗美玲、仙女陈怡婷也共同办理一场新春团拜活动，许多乡亲都来到了竹山镇的联合服务处共享盛举，互道恭喜与祝福，盼新的一年一切顺利。今天是立法委员罗美玲跟管理员邓友玲联合服务处的新春团拜活动，那有真侪咱第三六个乡亲哦，每一年拢差不多有100多个啦，大概150个以上哈，啊都会来这边跟委员，我们做一个新春的拜年，那也要祝福大家新的一年能够新年快乐，心想事成，龙年行大运，贺文龙中来。而在新的年度开始，竹山镇上的防空壕、军医所、宿舍建筑群及木栅寮生态自洪园区的活化计划将陆续进行。仙女陈玉玲也趁着新春团拜来告知乡亲这些好消息。在新的一年哈，真欢喜嘛，真感动。在今年这个月开始哈，我们启动这个竹山町昭和村文化艺术园区，就是咱这个防空壕啊，即这个日本宿舍建筑聚落群的先前调查计划哈，我们预计用4年的时间，能够把那个我们的警察宿舍呢，能够修复大概3栋哈，然后分期慢慢做，然后在年底以前呢，我们的那个木栅寮生态池休闲园区呢也会完工，这是我们今年很大的一个收获。在未来新的一年，乡亲若有需要协助的地方，仙女陈玉玲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前来服务处，联合服务团队将竭尽所能来提供服务。那今年呢也一样哦，每个月第四个礼拜的礼拜三下午都是会有法律咨询服务。其他咱的乡亲时代啦，任何的需求、任何的服务案件，拢欢迎大家来大平路177号立法委员罗美玲以及管理员邓友玲的服务处，我拢会认真替您来服务，会用替您来解决问题。感谢，也欢迎大家做回来，小酒做回来泡茶，来喝咖啡。龙年来临，立委罗美玲、仙女陈玉玲除了祝福乡亲一切平安顺遂，也希望与乡亲共同努力，让台湾发展能够持续进步。记者卢凯竹山采访报道。